在梦境间，如今我可。
不需要再找这世间去拣你美丽，唯有认识你才是最宝贵。人活着为了什么？为了敬拜你一个。谁人可替代你？
有时候未懂。
家，我哋咧从今日开始，我哋咧explore 四个小组，就会开始有自己嘅名字，而每一个名字里面，其实咧代表咗一啲意思。你都拍下身邊的左右隔離，或者攬下佢哋啊，俾啲鼓勵下佢。